复制心气平等，摄于恶鬼种子红。我们需要这些干什么？我们是修这个正法的，其实根本这些都不用再讲，不过只是当成一个知识吧，啊，当成一种知识。恶鬼的种子是红色的，这日出恶鬼的劫受，虽时不解饥，饮难解渴，饮食晒煮难。这个一个口一个音怎么念？也是念成音吧？咽呐、啊，难咽。好的，这个胃啊，恶鬼道啊，胃是很大，胃这么大，喉咙这么小，嘴巴这么小，怎么吃得饱？他嘴很小啊，嘴非常小，那喉咙像细像针一样，但是他的胃这么大，恶鬼道的行啊，吃不饱的。然后看到恶鬼道还有好多种的恶鬼，看到那个干净的水，爬到那里，哇，那干净的水就枯掉了。他显现的，看到很干净的水，爬到那里，变成什么水？变成臭水沟的那个。那个油污的水，我们到了那个厨房后面的水沟看看，那个水沟经常要清，那个水能喝吗？水沟的水倒下去，那个水能喝吗？不能啊！明明看的是干净的水，到了那里就变成那个水，明明看见的是一鼠鼠。一鼠鼠，什么是一鼠鼠啊？空，就是空嘛，英文就是空啊。看到了空，哇，很好吃的一鼠鼠，爬到那里，呜，变成黄金，变成一条大便，啊，它就变成一条大便了，不能吃的。看到很干净的水，一到那里变成很臭的尿，这是恶鬼道的境界，就是恶鬼道的境界，就是这种境界。虽然吃了一点点的，好像一粒一粒那个进去了。经过了真的喉咙，到了那么大的胃，就是一粒芝麻，怎么能饱？所以永远都是挨饿的，恶鬼道就是这样子。鱼就是变成容易饿、容易渴的行为，昼就是呼吸。求食等的语言，劫受现于心，三则如前，景象三见，见恶鬼去所黄灰大尘，见红色不夜翼的宰蛇，见恶鬼诸多的鸡科，自能引他人得见，梦此所有的梦为梦劫受，如此共七。啊，大家都可以知道的，刚刚师尊所讲的恶鬼，恶鬼非常多种，师尊所见的相非常多，基本上他们是群聚，集中在一起，很少有说像那个游走的恶鬼，很少，恶鬼出去游走，很少。
我所知道的恶鬼大部分都是亲戚一大堆聚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恶，每个人都恶，但嘴非常的小，喉咙像针，胃非常的大，看到了干净的水，爬到了是污水，看到了干净的食物，爬到了又是很污秽的东西，吃不下的东西。有时候呢，你那个好的食物送到他的嘴，它变成热铁，烧红的铁，是不能够吞的。种种景象非常的多，这是恶鬼道。所以啊，恶鬼道千万不能堕到恶鬼道，千万不要堕到地狱道，地狱道更苦，不是寒就是热，有八热八寒，等一下也可能也会再讲到地狱道。八热八寒啊，八热八寒，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边界啊，边邑就是旁边的边邑，跟孤独边邑就是十八大地狱，八热八寒，那个都是很惨的，八热八寒，跟孤独地狱，跟边界地狱，啊，边界的地狱，这是第一道。